中心，咱们就按这个套路来。咱们就变物中心，天下武功就唯快不破，对吧？把把医术，兄弟，这太舒服了呀，每一把都有医术。对面聪明啊，高年有，哦呦，林中鸟有硬件，林中鸟有硬件，一把破碎破不空。现在问题是我一把破碎，它应该是破不空。晚上没伤害，你懂吧？这一把破碎破不空怎么办啊？管他的呢，先破了再说。破不空，对面直接换归宿了，没关系，咱们引攻速度快，快怒！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这一把要细节了，这一把一定要给他破空，所以说我的宝宝要破保护，好吧？我的引攻比他的引攻快，我的引攻先出手，宝宝破保护，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顶药了，懂了吧？这一把一定要把它破空。对面也打得好，对面换身法，宝宝有神，我宝宝比他的引攻速度快，OK， 没出163也不急，咱们速度快，配速拉起来飞也不好，飞其实也不好，但是不飞又不行，好吧，飞也不好，不飞也不行，但是只能飞，飞了我就可以换宝宝了。他现在没有配速顶蓝药，飞不了。咱们宝宝比他的引攻快。哦，这边是个配速，瞬发有神，这宝宝怎么还不死啊？哎呦，也不好打呀。还不好打，兄弟们，这局的话还不是很稳。感觉这一把要翘啊。5回合，哎呦，宝宝全有高感知啊，这还不死啊？这宝宝什么宝宝啊？啊，兄弟，这妈宝宝有点奇怪啊！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这一把我一定要飞，好吧？他只要这两个须弥不死就行。一定要飞的话，一回合有机会清掉对面三个宝宝。完了，钱完了，别急，这一把一波清掉对面三，哦呦，前面没清掉，看一下前面能不能飞掉，飞没飞掉，别清神马就行，大哥。火焰伞 ，OK， 对面没清神马还行，对吧？咱们这个时候再换归宿嘛。换归宿还是换配速呢？换个归宿吧，换个归宿。
我小孩不配速啊，兄弟们，我变的是雾中仙卡片啊，小孩就不配速了呀。我得把他这个林中鸟清掉，他换小孩。这林中鸟怎么清啊？这边有宽诺，有宽诺，这一把伤害很高，这一把伤害非常高。我空顶个大金吧，好吧，贴一手，人别死就行。找宝宝神了，加魔，这把咱们有机会换顺法，咱们还是要快。咱们他这一把，咱们顶个男药，不然下一回合没有配速了。先把林中鸟清掉。破碎我不怕，对面破碎没变身了，没变身了，按一把繁育，我拿归宿拿，下一回配速可以顶个药。哎，我操，魔法值不够，尴尬了。这一把魔法值不够，妈的有点尴尬，他飞机要换顺法顶个药，只有一个九转了，不太好打了，兄弟们。下次变雾中仙，咱们得多带点九转。对面再换顺法，哎，还有局，小孩直接空顶拉筋。好吧，归宿不用贴，他一把飞机飞不死我吧，应该白天了还有机会。变身，继续空顶拉筋。这个时候人物不能死，因为咱们只有一个九转了。给宝宝加敌压一手，防止他换顺法，咱们再顶个药，归宿也吃个药，顺法砸。这一把顺法很关键，没砸死了，可以。哇，这宝宝神了，我们速度快，这把是一定要飞，四一百二够，顶个药贴一手飞一把，看一下神马能不能神一个的话还能顶。哎呦，这一把顺法砸神了，有点可惜啊。倒地，
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兄弟们，我想一下，对面得拿宝宝拉，咱们有一速，咱们直接换，好吧？咱们有一速，咱们直接换，换顺法左博吧，顺机我觉得不太好左博，换顺法左博顶个男药。以前的话贴不太住，就看这一把的话能不能锁住博了，没锁住博，下一把再点拉。拿起来，我换顺法，他没有一个拉一个顶，1000点血没问题吧，哥们？889，再粘一下，粘！哇！有没有东西，兄弟们？